下面香嘞，继续献香，再献香，三献香，一香。全体人员再向何秘方院长主持，何鸿德古在时，派何秘方院长主持宣布执行三鞠躬礼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礼成，行三鞠躬礼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一鞠躬。啊，请咱工作人员同行家人接待。我哋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礼成。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一鞠躬。啊，请咱工作人员同来上香。请各位全体人员再向何秘方院长三鞠躬礼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礼成。谢谢，谢谢咱做工作以外的秘书哈，感谢伊。一红袖，再红袖，三红袖。一休，阿弟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礼成。啊，感谢阿叔叔，一红休，再红休，三红休，一休。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礼成。欢迎欢迎，咱何秘江董庆祝干嘛？金柱全体人员行三鞠躬礼，一红休，再红休，三红休。啊，咱请就注意吼，阿代表上香。行为献献，成功可嘉，发布红喜，献温达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化解天灾，消福吉祥，新年吉吉新温广大，各有时光盛盛，南京百货入场吉祥，金树上霜何秘五点红灯，众吉祥菩萨坐前。何秘武德方院长主持，洪德武在线主持。大中华民国一百刻印年正月初二，天龙岁数辛卯年腊月初九日，上靠五星。上所比，请文书，咱请总干事啊，伫这个中路。何秘方院长由本堂助理委员张宏东、副助理委员张国堂、总干事辜宏明率领本堂全体委员、会员、技术人员及十方社区贤达大德等，虔诚分享禀告何秘方院长主持，福德不在行，慨何秘方院长。诸心性菩萨今日庆祝何秘方院长立会安遮满两周年庆典，勇来上冲，不及鸿运，全体人员行三奉香礼，一奉香，再奉香，三奉香，
一香，是林顶再向何美芳院长主持，何方德不在时，派何美芳院长主心性菩萨行三鞠躬礼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天文岁数辛卯年腊月初九日，由祖宫交宫全体人员由主歌助理委员率领向何美芳院长主持，何方德母在时，害何美芳院长主心性菩萨虔诚焚香禀告，今日庆祝何美芳院长离开安遮满两周年庆典，涌来上苍布吉洪恩。天神分享祈求，祝阮公平万事吉祥。基础全体人员行三奉香礼，一奉香，再奉香，三奉香，一香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礼成。好，感谢咱周中交流吼，全体委员吼。